之处，都给观众带来杨族原生态和甜美嗓音的震撼。他就是用歌声表达杨族情怀的歌者杨祖桃。好，我们有请两位啊，最热情的少数民族美女闪亮登场。哦，好，真漂亮。来，萨拉姆莱昆，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西北的回族姑娘，我叫蓝天。亚克斯穆斯兰，我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歌手艾土兰。确实你是名不虚传的啊，两位真是又热情又美丽。是，我跟你说，您怎么样？李磊，我们对的也不差啊啊，也是少数民族的姑娘。哦，他们是谁呢？阿加组合。哦，还有我们的杨祖桃。来，大泽大鸟哥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苗族的女孩杨祖桃。哦，来自苗族女孩。来，这是在的传说说，俺们到这公干上，这是多少把酒，这是吃了说，对不对？我坐下先坐下，李队长，您这说点我能听懂的。我们这贯口怎么样？啊，这是贯口吗？这是贯口。您那个，我们是来自西藏的藏族民族组合阿加组合，真的。刚才那一串说的是啥？祝福语，因为新年的祝福。您这样啊。咱们不欺负他们队。OK， 把刚才那段给李队长再说一次。好好啊，扎西爹嘞，碰上错，阿妈把中公刚上，等等对我脱把靴，第三他说穿热靴。要不要学一下呢？啊，不对，算了吧，这一天两天学不会。刚才都是他们先出的节目，对不对？这回我们先唱。我先来。那么我们民族呢，也是非常热情好客的一个民族。那么在我们那里呢，老人们常说，话儿本是心上的话，不唱由不得自家。所以在我们开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唱一首花儿。下面呢，我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回族的热情，把一首花儿，嘎妹妹的山丹花儿开带给大家。好的，有请蓝天来。听这歌他就热情啊，祝酒歌热情不热情？但是我们这个还不一样啊，你看别人唱祝酒歌没有酒，我们是带着酒来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应该说我们藏族最热情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知道藏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。然后在新春佳节，我们带来了歌声，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青稞酒。青稞酒太好了。这是嫌喝那个高山流水不过瘾啊，两位先喝点，先预备一下。因为我觉得物以稀为贵，然后台上有只有两位男士，对，所以好事成双，这两杯都给李队长喝了。那也不行，来李队长，那你也得尝尝我们新年的青稞酒。那个先喝三杯吧。别介，我喝三杯就听不见你们唱了。喝酒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歌不断，这酒就不能断。对，所以我们一直唱，您就得一直喝，久久不断。唱着我们俩喝着，好，来李队长，祝你健康，来，咱俩来交杯酒吧。拉总的拉总统，让那穷西人。
李队长，人家这边又是歌又是敬酒啊，该到您这边这回合了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更热情，我们的民族是最热情的了。对，我们呢就是高兴的时候，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过节的时候，我们都喜欢跳舞。那么接下来我跳一段新疆最热情的舞蹈献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舞蹈有请啊。姑娘热情吧，太热情了啊！我这本来刚才这礼金灌我好几杯，就晕晕乎乎的啊！这会儿又给我拽上跳舞了，你这好完成的不错啊！不错，成功俘虏对方队长一名啊！队长应战，杨祖桃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就这点银子就值了钱了。对，刚才。新疆舞也跳得非常热情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苗家的芦笙歌伴舞《采月亮》带给大家，同时也欢迎大家到我们苗寨去做客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。彩云在追着月亮，星星在山间。在守望心上人，谁在守望我的目光？月亮在水中流淌，幸福在手心成长。今夜你会不会光洒满我脸上，谁来给我采月亮？轻歌轻歌我脸庞，月亮还在山腰上，心里的话快快讲。谁来给我采月亮？情话装满我心房，月亮就要过山岗，我不只是好时光。从老家带来了我们苗家的吉祥带和香包，只要不是酒就行啊。对，啊，苗家的吉祥带，吉祥带是送给我来到我们苗家的那个贵客啊。您看李菁老师那眼神啊。香包是给我的心上人哦。李老师，你愿意今天晚上陪我采月亮吗？对对，可以吗？那你们找一人替我录着，现在就走吧。不是，就是你这香包收了以后啊，就是虽然输了，但是心里踏实，对不对？我也收了这香包，就证明我们已经是3-2了。我们苗家的女婿一般是上门的多，对，所以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
定胜负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说谁再先来？我们先来。来个什么？来个什么？串烧。哦，串烧。请你们二位登上庆祝舞台，请。好。心动指数来，呀！哇！你们三位接下来要唱首什么歌？一首民族的串烧歌曲送给大家。
请你来，请你来，苗家的盛赞，请你来。苗家的盛赞最迷人，苗家的飞鸽最轻快。下心动指数，来，哇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李青老师，哎，刚开场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来着？输了是要罚的。哪个队输了就让乔毅喝，乔毅。在罚酒之前。我再请出一位嘉宾替我喝，太好了。没错，在这个优美的歌声当中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。没有结束，好像还缺一个环节吧。高山流水，高山流水在哪儿呢？请上来。这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的待客礼仪，高山流水。谁坐这儿啊？李队长，谁坐这儿？请李队长，请李队长，请。今天晚上陪我采月亮的这个人，不要害怕，一点都不疼啊！这你见过这个架势吗？没有，没，我就听说过有高山流水这么个名字。哎呀，可好看了！关着这个，来，我明白了啊，大伙儿看。我跟思清哥呢在这边倒，这个李青在一直在喝啊，这个高山流水。队长得喝，队长得喝，加油！谁写的歌词儿？这是干一杯，我干六杯了都。还能采月亮吗？月亮是采不着了，采两颗星星得。这苗家的最高礼仪怎么样，李老师？礼仪是不错呀，啊，就是没有经验，下回多备两条裤子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中华情节目，也谢谢两位队长，谢谢所有的嘉宾，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。观众朋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